咱台湾以新农大地为主神的是庙宝外经，传说新农大地出世三工就会讲话，五月就会白，七月发芽，三月知影农业之事，教人开垦，敬五谷为主神。伊手提一把稻穗，身长七尺八，牛头人身。因为牛对做穑人有真大贡献，所以拜新农大地袂使用牛肉。牛是真古来的动物，台湾人嘛定来用牛来比喻家己。今日咱来四川台湾，就要来讲新农大地安怎教示咱是牛的故事。人讲做牛就拖，做人就磨。咱是先骨难顶天，新农处法新型变，草人不服偷偷地，牛未做成成功话，变大后生小牛尾，未来千家几百岁，老爸无奈家破病，扭转乾坤一面皮，丢下八岁头累累，产地黄金十三岁。再说话，今日的四川台湾扭转乾坤。新农大地啊，拜托你吼，唔通让主家过来吃地主辛辛苦苦所种下的这个农作物啦。啊，嘛希望新农大地会当保庇地主，今年吼啊大丰收。哎，日后吼，阮众人会过来好好甲你答谢呢。这么辛苦，我哪能地点点不管？蓝水仙，蓝水仙，你给我出来！蓝水仙，你给我出来！师傅啊，你把我揪出来做啥啦？我拄才叫你，你哪当作无听啊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耳孔脱掉啦。嘿嘿嘿。你从耳孔脱掉是啥意思？哎呦，师傅，哎，大概叫我就是要叫我去做代志。我哪是给你应声，我会做忝的呢。我哪是假做无听到，你又搁做生气的。安尼哦，规日个耳孔脱起来，什么拢听无？安尼我就袂做忝，啊你嘛袂生气，安尼对咱两个毋是拢做好诶。怪你规大堆，你敢若顾你家己，做贼人死我，你毋顾心啊？啊，因又搁啥物啊？因讲因诶田厝鸟啊伤侪，农作物拢去互食了了，今年诶收成无望啊。你赶紧将厝鸟啊赶走。哎呦，师傅，迄厝鸟啊吼，今日甲伊赶走，明仔嘛赶快飞转来啊！没了工的啦！你哦，真正是大牛小人。好啦，我派一个人陪你去。这个稻草人会替你赶厝鸟啊，伊嘛会听你的话。你即马赶紧去田的，将厝鸟啊赶走，莫给难死哦。师傅，你对我真正是足好的呢。听到无？赶紧去田里甲我赶厝鸟啊，唔通搁甲我懒死啊！是。师傅，你咧甲我应哦？敢讲我嘛爱去哦、喔？你唔去，敢讲爱我去？唔敢，我去。咱四入骨的咱师仙，哪有可能这么久来去做神呢？当然是凡夫有体无魂的稻草人来替赶七鸟啊！做人烦，怎啊做神仙搁较烦？逐工才一人提一支香，就咧求东求西，啊，未输往咧欠。偏偏啊，师傅啊，如果是有求必应，结果欠着拢是我。像这嘛，日头赤呀呀，啊连进厂的人哦，拢走去休困，剩我，搁咧赶这什么厝鸟啊？奇怪嘞，啊这厝鸟刚好是啥物地带啊？啊要食农作物，啊去吃，吃好饱咪无代志。厝鸟赶完啦，要有啥物烦恼？啊你敢袂忝？袂，
嘛对啦，人讲稻草人无魂有体，啊，你当然嘛袂忝啊，干那还戆戆啊做。是啊。我问你，你感觉大家拢咧休困，咱煞爱做代志，安尼讲公平？公平啊。好，安尼我搁问你，别人的工课家己歹做，煞叫咱来做，安尼敢对？对啊。我真是队伍咧弹琴啦，你根本就唔知我咧讲啥。我无头脑，你若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我感觉代志咧足简单啦。袂用，唔对唔对，这稻草人这尼啊骨力，安尼师傅一定会甲伊甲我做比较，然后去找借口搞嘛。哎呦，衰我日子就歹过安尼。你敢想要爱一个头脑？好啊。嗯。呀呀呀！我头脑。我有头脑，未歹未歹，一唱吼就代表欢喜，一欢喜就代表有头脑。呀呀呀！啊，那咧我即摆应该做啥？啊对，啊是毋是啊给我号一个名？号名？你想想一下啦，只要你吼乖乖做你稻草人，乖乖听我话，安尼就好啊。是。感谢新郎大帝，把阮的田里只出只种种赶走，让阮即摆吼，干那食饱等收成尔，啊咱就好好来。啊！甲新郎大弟答谢新婚，吼、哦！感谢感谢。我进前输遐济汗吼，即届绝对要甲拼倒来。啊！伊输我敢阿一届啊，阿你袂死心无？好，你安尼讲，来来来来，一直弄啦。我头皮酥啦。正常人哪会这尔懒死嘞？靠田地水，都想要等收成，天下间哪有遐尔错的代志？师傅，你拢讲我懒死，会找借口。其实吼，我早就知影因会安尼啦。你也无爱听我的话啊，真正是爽着因，艰苦着我，何苦嘞？点去？正常人无流汗，哪有可能好收成嘞？安尼袂用的。哼！师傅，这个茶壶是要创啥？这个茶壶已经给我的法力加持，只要倒在田内面，自然都会发出杂草。因若是无爱除草，就莫想有好收成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去？无唔对。好啦，我去。爱去，就别莫倒伤济，每天倒一点仔就好啊。安尼，做田人就每天落田除草，知啦。哎呀呀呀！出车赶走啊！你有啥物烦恼的？你做得真好，来，这你摕来。家家的仓库都在田内底。呀呀呀！你交代，我一定照办啊。未歹哦，无枉费哦，我这么收你哈。我真正唔慢诶，师傅哪会逐工出头遮济？进厂诶人有工课通做，我嘛爱做；进厂诶人无做代志，我嘛是同款爱做。哎哟，我哪会比进厂人搁较辛苦啊？啊，对啊，师傅讲袂当一边解倒完，啊，我煞袂去甲伊讲啊。喂喂！啊！拢倒完啦！拢倒完啦！哥，你那一边将茶壶拢倒完，即马正常人拢走去遮到我怨叹，讲田内面杂草伤济，根本都除袂完。今年的收成已经无望啊！你讲应该要哪做？安尼上好啊！因才会记驾驶啊！你才欠驾驶！我明明叫你每天倒一点仔就好啊！你为什么这么懒死？全部倒完的，师傅，你莫误会哦，不是我啦，是伊啦，稻草人啦。啊，我呀呀呀，我拢听你的话去做的呢，你也无交代讲哦，未使全部倒完啊。我
讲是你就是你啊，别跟我争。啊，哎呀呀呀，我出乖呢，我拢听你的话，你哪会侮辱我啦？你莫袂记哦，无我哪会有你？哦，你即马变巧啊，颠倒会甲我硬嘴硬舌，无认错。我本来就无唔对啊，我是好心替你把遐厝鸟赶走。啊！替你哦，家也吵到你啊，吵呢！呀呀呀！哇哦，看你脸那凉，一句话我言拢嘛无讲啊！你妈也袂讲哦。等你。好啊，安先生，我叫你做的代志，你拢叫调查人替你做，即马做唔对啊，还阁敢诬赖伊？看起来我无甲你处罚是袂用的。师傅，莫啦，莫甲我处罚啦。莫阁讲啊！我要甲你变做一只龟。负责将田内面的黄金瓜挖出来。田内哪有黄金啊？无，唔爱搞挖到有。哈，安尼要挖到什么时阵？师傅，拜托啦，妈呢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好，我阁给你三届机会。我给你三个法力，你若是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你会当动用这三个法力，帮助你完成任务。哈。那呢？你真正要把我变作有哦？爷爷，那呢？调查人伊嘛爱出来。你顾好你家己就好啊！对我来。呀呀呀！好吧。出来才创啥啦？我咧拄咧做龙雕哟，接接啦，看啦，你看到？这个卡手咧做鱼的姑娘叫做石溪，伊过来拍拼是通人知啦。往来暗算讲要后生吉祥来个带进门，唔盲讲伊会当来改变这个贫惰后生。哦，你要食鱼啊？鱼有啥物好食啊？你若要食，我带来食迄山顶海面，唔较实在。啊，食鱼也袂饱对无？要唔过，我正想要困中昼，看我一个讲。来，你家等。啊，家困家困，啊困到拢钱通赚了。啊，这只困免开钱哦。啊，免管你阿姐啊，我带你看下菜啊，你看有水无？啊，你若卖做生意哦，装装的，还阁会看。卖管阿姐啊，你看你做生意遐死人遐跑，遐姿势哦，实在真水真迷人啊。欸，阿爸，你安尼唔对哦，你都已经几岁啊？啊，你也娶伊啊，做少年某，我嘛歹势叫咧。人哦，真正想过少年啊，安尼敢好？你讲啥啦？我是替你找对象咧，无亲像你这样贫惰，我教你无法。找一个只骨力哦较认真来甲你教啦。呀，我，莫讲遐济啦。阿伯，你要食鱼仔汤无？吼，这鱼仔钱拢你家己弄的吼。是啦。谢谢啊！哇，做生意真无用哦。阿伯，你哪知我名？啊，恁老爸金城交老朋友，搁老厝边啊。吼，几啊年无看哦，愈来愈水哦。我是王奶啊，你会记得我呗？我想起啊，王奶伯啊，真久无看。啊，这阮后生吉祥啊！我阿细汉时阵两个定斗阵耍嘞，啊，搁认得伊袂？我认出来，你是吉祥哥哥。细汉时阵常常欺负我。过去的事，若是会当放袂记，咱就将伊放袂记，莫搁提起啊吼。王来伯啊，你要找我阿爸，阿唔讲我阿爸无伫咧遮呢。啊，伊无伫不要紧，你有伫就好啊。我。谢谢啊，我想讲叫吉祥啊来甲你斗相共，啊看做啥工课，做你甲拍牌不要紧啦吼。吉祥，我交代哦。咩？要好好做啊，啊无你等你知影。王来伯啊，唔免啦。啊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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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你就免客气，我先来走哈。阿爸，哎，你要吃鱼仔无？我较一碗给你吃。免。无要紧啦，你吃起来，我是较一碗鱼仔给你吃。对啦。唔对咧，若是阿爸真正爱我娶伊，我唔就一人念无够，两个人念来斗哦。烧，你阿爸妈吃。好好。好吃不？哦。哦。
哦，这是有够歹食，我这世人我食过这么歹食的物件啦。这鱼仔是我亲手做的，哪有可能歹食？啊，这鱼仔就无滋无味，哪有好食啊？啊不，我换咸的给你吃啦。唔免。我若看到你什么好食的物件伫咧我的面头前，我拢感觉真歹食。你是不是够要欺负我？嗯，我警告你，你即马把这碗鱼仔吃掉，以后若无我要甲恁阿爸讲，你偷这物件。你有看到？这只号做偷这物件。你跟伊讲，我甲你拜托，讲愈多歹话愈好。你哪有去？啊！呜！喂！这只叫做偷这物件。你敢知我用偌济米？安怎外久的时间才我得做鱼啊？你做鱼啊，这尼歹食，迄嘛是偷这物件。我办法和你讲啊，我要回去啊，边上。你，你哪会当安尼欺负我？大啦啦，不要紧啦，来。阿姐，这不是你创啊？啊，就是这个人啦。讲任何人啊，说看到这鱼吼，这只鱼都要送伊啦。世间有这好康的代志？对啊。我这只鱼来，这有啦啦，叫也袂叮当。哎呦，实在有够憨蛮啦！讲连这鱼也看袂叮当，敢做什么做产人？嗯。啊，叫甲规身躯拢无啦，袂叫啊啦。哈哈，够有人想要试看卖无？只要会当将这只牛抬顶当，这只牛就送伊。敢无人想要试看卖？我试看卖。来，我试看，哎，来，交我哩。牛皮擦骨的咱事先唔甘愿做牛，所以讲无论什么人出来个牛，都是牛无花的了。卖笑啦！我都不信啦！我一个人的事故啊！哼，哎，搁试一摆啊！好，吃。这只牛我若当牵着，阿伯阮查囡仔做事哦，就继续轻松了。好，我这只老表跟你拼。好啊，我就跟你拼。只要我卖叮当，师傅就无法度把我送给人。无得卡，伊就会改变主意哦。啊，哪有人遐戆啦？啊，人个肋头哪有可能比牛我大？我若不相信，拖你袂叮当。差一线尔，这牛若拖会叮当，就是你的啊！啊，我知，我知。哎，啊，你要爱牛叮当，遐唔只简单。哟呼，恰恰。我你什么意思啊？该当啥干啊？你假波啦！人我牛已经弹得叮当啊嘞！我这是好心的嘞，你看，这把牛不是叮当啊，我搁咧冲的，就走去啊！他袂当来啦，看你要怎陪我啦？啊？陪你？牛敢是你的？你笑死人！你！我也不安怎啊？哼！开始。哈哈哈！哈，就是伊啊啦。平潭人自有恶人来治，咱四仙的主人就是伊啊。阿爸回来了。阿爸，我回来。哦，我今天上礼物来。哎，卡动手动，物件给我放咧。我问你一下，啊，你今仔甲迄个西施的吼，讲得安怎？袂歹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这物件哦，送去因家，啊，都是好啥？不是啦，我是感觉安尼敢会伤紧，啊，安尼要哪会紧？你逐天食饱，用新鲜无代志哦，啊，若食哦，哪牛咧？啊，若做哦，哪牛咧？咱蛇咧，蛇咧，我无管应该娶一个某吼，该斗下家，我往来这家头摆了了啦。我跟你讲，物件摕来，赶紧去拜访恁未来的丈人爸，看因查囡囡来嫁你袂，吼、哦。
今无用啊，明仔载去还阁用。哎，等下，逐天咧用，阁假无用。进来哦，我叫你去，进去。好啦好啦，进去啦。我去啊。较勤快啦。好啦。是这牛过气啊啦！牛？咱家哪有牛？我煞唔知影无，现不然今日查出来有啦。若毋是毋只囝破坏哦，我今日牵只牛转来，下摆咱做田就免遐艰苦啦。是倒一个臭小囝？我嘛要知影讲伊到底是啥人。反正若予我拄着吼，一定予伊一顿啊青椒青椒。有人着无？你拢伫咧哦？伊我是你，你哪捌做臭鱼个啊？阿爸，原来你是你讲伊哦，你敢知伊是啥？伊是王阿伯的后生啊。啊，管他王阿来死鬼啦，废掉！伊就是咱较早旧厝边王来因囝。是啦，今仔日王阿伯有带伊来我的家，啊，伊记得。啊，是啦是啦是啦，大家拢家己人啊，啊，过去代志无啥好计较。袂得笑，谁甲你家己念啊？啊，嘿，恁老爸是安那个，袂晓教吼，教到这个唔正经哈。咩？你想礼物来，我来对台就靠袂原谅你哦，免少想啦。阿伯，你误会啊，我唔是来开始的，是阮爸叫我专工来甲你拜访，啊，问恁查某囝当时要嫁予我。你讲啥笑话啊？哈？你今日害我失去只牛啊，佫想要娶阮查某囝？你什么卡相？你配阮怎个配得过哦？哈！恁老爸来吼，我感觉袂答应啦。你真是甲我死嘴啊！无我是出去，你要出去无？哈！阿伯，阿伯，哎，阿爸，妈，你去甲动手啦！你莫甲叫，莫甲叫，我要替老爸往来甲驾驶起来。阿伯，你莫激动啦，是大人甲是谁要去搞什么啦？对不？啊，你要爱牛是不是？我们头一只，我牵来给你，唔对啊！你要出林，要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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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啊！刘正，你冲进金山北啊！好，阿妹让赶出来。唔是啦，这些拢误会。我当初嘛是好心要去斗相共的呢。啊，但是真好啦，一件好好的亲事，让你母害去。啊，我这块老面，免哪我都搁去共提亲啦。免着急啦，这桩婚事无还搁后一桩啊，对吧？啊，全天下啊，不是干那伊有查某囝啊。啊，你哦，什么代志拢无要无紧啦。我拜托，请问你哦，你爱到什么时阵才会较认真哈？是你哦、喔，是啦，啊，我专工来找你的啦，找我，你找我有啥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我今日在长路边有讲过啊，啥物人当将这只牛拖叮当吼，这只牛我就送给伊啦。哦，原来迄人就是你啊，我也无甲迄只牛叫叮当啊咯，啊，不过吼，你放火烧牛的马溜给叮当，意思拢同款啦。虽然讲贫大人用贫大补啦，啊，不过你有做一般人做袂到的代志，所以这只牛就是你的啊。啊，我第一只牛要创啥啦？嘿，我唔管啦。规定吼，你即摆是这只牛的主人啊啦，你会当对伊下任何的命令，伊咪乖乖听你的话去做。哦，阿爸阿爸，阿爸，你感觉真奇怪，迄牛是偌久的重量，安尼随便送人，敢会是骗神啦？诶，这有可能哦。我来问看卖，好。哎，阿郎嘞，呜，阿郎早倒去，阿不快啊？阿郎阿无快哦。哎，呦，阿牛哪放的啦？伊对我话都是什么意思？看伊的眼神，感觉是，哎呦。牛啊牛啊，你就唔通怪我。阮家已经有只老虎，我哩一年足凄惨。阮阿爸逐天甲我念讲，人不如牛，怎么阁加你一只牛，就有可能会白惨地叫我去种菜。所以今仔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即马刀仔伫咧我遮，你着较吃亏的。
我今嘛要将你抬来吃，帮助你早日投胎，安尼对咱两个拢有好处。准。敢有人在讲？应该是我听唔对。主人，莫听话。我会晓讲话。叫人啊！做恐怖代志啊！这暗暝坐啊，这要创啥啦？等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吃害呢。啊，这暗坐啊，这要看一只牛啊，是安创啊啦？迄牛是无啥好惊，也毋过，会讲话牛，迄都无共款啊。啥？牛会讲话，啊，你咪骗笑的。那安尼，你叫伊讲话，我听看卖。喂，你讲话啊？你用石头牵连，爱就无爱啦。那是真实的啦，伊阁叫主人，伊会叫你主人。那伊甲你讲啥，无你讲我听。我迄阵，我咧手也一支刀吼，啊，刀，好，哦，你看，刀还阁伫遮。啊，我咧惊我过，我讲，我正要将你抬来吃哦。啊，结果伊可能是惊着我，伊就讲，主人，卖抬我，卖抬我，卖。阿爸，你唔相信？我即马变样，你看，对吧？我那边抬你摇，你讲话啊！你还敢不讲话了？我直接要将你抬死啊！你这个囡仔，你真好打理啊！连牛你也敢想要抬？哦，你唔叫我讲，你讲我故事啊！我跟你讲，咱家是靠牛起家，有牛才有产，才有钱呐、啊。我少年的时阵哦，饲两只牛，啊，拖来远的吼，一只唔振动，我就去拖另外一只来，另外迄号休困。要若两只拢唔振唔动，啊，我就靠恁来一个边啊，食薰当甲因振动。咱吼，若无伊就无咱，所以咱对只牛啊，爱对伊真好，啊，对伊真照顾，爱感恩的心，袂用清楚你安尼，夜都要甲抬。知影啦。这故事你又讲过了百遍了，过了百遍，你敢有记在心肝内？你敢有在记？我跟你讲，你条大只对牛忏悔啦，袂歹忏，笑的。当然是要忏悔笑，啊，牛是精神啊，伊人话会听会有。输啦，我跳舞啦。不要，你在讲啥讲话呀？主人，你免惊，我袂害你，只要你去我的鼻仔圈念一声。咱是有转乾坤，我就会变成人，出来跟你解释一切。你讲是真了假？唔对咧，可是讲牛就会晓讲话啊，安那变成人有啥好稀奇？你讲你丢多啥？好。咱是有转乾坤。我又搁变成人啊！等什么情形啊？我是新农大地的地主蓝师生，因为犯错，也不过我是无认为我有错啦。主呢，讲要甲我处罚，就甲我变作一只牛，最后认你做主人，代志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原来迄个将你牵来送坏人。伊是神农大帝，正是。哦，那呢？是安怎唔去送别人，偏偏要选着我？啊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是毋是因为我比别人更特别？无错。哦。因为你比别人较贫惰。阮师父讲，爱找一个比我较懒死的人来做我的主人，安尼我才会过来。所以当然嘛，找你哟。嘿，拜托，我这不是贫惰，我这吼，我就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啦。唉，就靠啦，咱白白吼拢是咱死骨，你免甲我解释遮济啦。我这办都害你解释，顶早就是你，即摆等于讲阿爸解释，因为拄只你拢唔肯讲话，害我去给阮阿爸骂，所以你即摆替我洗清冤咯。这件代志是秘密，无需要予别人知。
而且恁阿爸甲你骂，是因为你无尊敬，无，搁有什么存在？嘿，蓝先生啊，我即摆是你的主人，我讲的话你也当唔听哈？哈，我连我师父的话我都唔听，我凭什么听你的话啊？唉，甲你讲这多创啥？反正吼，我即摆已经自由啊，无必要受你的控制。来咧。蓝先生，你搞等来哦。好啊，无睇到你只牛顿都叫你消遣，哦，你敢去？等一下，厝内还佫一只，常常害我红麦老牛。阿爸，一包。较早拢我咧煮互你食，啊今日换你食，又换你煮互我食。嗯，诶，小拢无哦，天就红哦。哎呦，阿爸，你哪讲安尼啦？诶，是因为我感觉阿爸你平常时对我讲的道理哦，实是真有道理啊。人咧讲吼，甘愿做牛嘛，唔惊无力通拖啦。所以讲吼，人一定爱比牛较骨力，人若骨力一定会出头天。安尼讲对无？水啊，早恁阿安想哦，阿爸唔要外欢喜咧。诶，即摆还佫会付啊？来，食饭。嘿嘿嘿，吼。嗯，我还想着讲吼，啊，咱厝迄只老牛工，我还阁真用着咧。估计我阁来别个田，互你去做好无？伊只老牛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伊若是够当领导哦，唔知叫我做啥，我拢会当啊。嘿嘿嘿。哦，这你讲的哦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嗯，对了，啊，恁玉华家这是什么肉？会吃无？还是袂歹食啦，啊！不过你拢食袂出这什么肉咧？这种情形吼，你定定看到，啊！不过你从来毋捌食过哦。后这种肉我唔相信，到底什么肉？啊！就咱家食老牛的肉。你讲啥？咱家会食老牛的？肉？爸爸，爸爸，好啦，啊！你这个死啦！啊！食老牛对我几啊十年，你家。哎呦，我的头！啊！哎呀，你把我看好你，今天想变成跟你弟弟啊！我都，我这老牛啊！怪怪哦！啊，你们叫我先丢草了，嘿嘿嘿。安尼啦，哎，看你只大蛇轰出去，啊，一倒啊，哇，啊，好，大姐啊，大姐啊，方便些啦哈，不用客气啦，多谢。啊！啊！你啥？呀呀呀！我是稻草人啊！啊，你哪样讲话？啊，牛在遐讲话啊！我稻草人讲话，那有算什么稀奇的啦？啊，你哪会知影咱先生的代志？因为伊算嘛是我的主人，所以的代志哦，我清清楚楚啦。嗯，啊，你错不错啊？免惊啦，免惊啦！因为你是伊的主人，今仔你有办法能够抵赢啦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问你哦。
啊，既然伊是你的主人，啊，你想怎要对伊？因为伊毋是一个好的主人，我啥物代志拢替伊做，我一句怨言拢无呢。啊，毋过伊若犯错了后，伊就侮辱我，叫我做替死鬼，呀呀呀！我若想到这吼，我就咧愈想愈气，这个是我一定爱报。我绝对要让伊日子更加歹过呀！我，你听安尼，看来后悔未？好啦，卖生气啦。其实吼，咱新鲜创治我，佮利用我，我嘛就是要甲驾驶啊。也毋过，我毋知会人走倒啊。这，呀呀呀，安尼唔啊简单。只要你会记得当初你安怎甲伊变作人的，迄句咒语你甲念出来，伊就乖乖倒转来啦。哦，迄句哦。比如。我念迄句来试看卖。咱是古转乾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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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是古转乾坤。啊！我没有都听来了。谢谢啊！好久没来了，要修啊要修啊！你也敢偷看我查囡洗身躯啊？好一个拄拄啊好，等伊转来时阵，就特别让伊好看。安尼啊久啊，搁无看伊转。好，我搁念一摆。龙是古转天，滚！你卖搁画啦，搁画了哦，画死神啦！怎样转来啊？吼！你也知影用这种方法甲捡来啊？是我甲你讲的啦。哦，你出袂外？那是你先出袂外啊！你只不过是一个稻草人，你凭啥物讲我可以搞？你嘛无想看卖你是啥物身份？这句话讲了好，你也袂晓想看卖你家己是啥物款的身份？我是你的主人，你拢无甲我尊重，爱怕？我哪有啥物唔敢？无好歹你就行看卖啊！你行拢远，我就喊到愈大声。古转，好啊啦！你别搁喊啦！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为了要骗骗你作怪，我要将你变回骨。好啦，你讲安怎就安怎。伊也唔讲吼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会当把我的秘密讲出去。若无吼，人甲我当作妖魔鬼怪，安尼我就麻烦啦。这条看你有听话，还是无听话啊？我来要回去睡了，等我睡到日头晒脚床的时候，我再回来处理你。刘聪啊，你怎么欢喜啊？吼！哎，当然咯，呀呀呀！多谢你，我这个头脑，我才知讲不是个主意，这么那爽快呀！呀呀呀！哼，你搁敢讲？你这个忘恩背义的丢草人，早知影就和你一世人戆戆的做丢草人就好啊！别胡啊啦！哎呀呀呀！谁叫你要遐尼那笨蛋，遐尼那懒死啊！迄若咱两个比起吼，我比你骨还骨力啦，所以我才有资格咧做神龙大帝徒弟啦！就算讲你有头脑，样个你无心，永远无法度修成正果。你想收这啊啦？等我若是任务完成，我就会转去师傅的身躯边。到时阵我会发现一恢复的时阵，头一件代志就是给你消灭。哼！
吉祥是逐天困到日头拍尻川的人，哪有可能困伫田的遮呢？这到底是安怎丢的？嗯，啊，我来困伫遮。奇怪，我昨暝明明就困伫家己房间啊。来，哎，阿爸，嗯，我来困伫遮。恁爸哦，叫人来拖来等遮啦。啊，无你叫人甲我等咧遮要创啥啦？因为啊，你无资格住阮家啦。阿爸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什么恁家？因为啊，我对你已经真失望啊啦。那你做后生，我一点仔都无遗憾，所以才来甲你挂嘴。你可能为一只老牛咧生气哦。我是咧气你啦，气你讲安怎教都教袂下啦。你若甲我挂出去，我是要安怎生活？我听人讲，做牛在咧拖。做人台磨啦，你接受就磨练啦。我讲，你若想讲要好好生活吼，靠这只牛，你就我就生活啦，哈。可以。无唔对，我少年的时候，一分田一只牛，安尼起家啦。啊，你若想讲要做我的囝吼，啊，你就有这材料，安尼才会用的。唔是啦，这牛，这唔是普通的牛啦。好啊，莫找借口讲有空无顺的啦，我也听袂落啊啦。好啊，无你至少你嘛补一块草给我，无久无田，想要做。安尼好啦，这块田这嘛给你，你这嘛有田也有牛啊，有材料，种青啊做我看，那安尼才会用家倒转来。阿爸，那这段时间我是要做什么？我是要做到位。恁家的代志啦，我讲哦，恁若是倒转来哦，脚骨你莫讲好动。哎呦，看出来身躯阁无扎实，这巴肚枵是要安怎？有啊。啊！大哥，这碗面的钱哦，全我包提。没的，恁阿爸有交代，讲你伫外口一切家亲大，伊拢无要负责哦。真啊假的？哎，莫安尼啦，啊，阮阿爸伊是自家计计，等一下就无代志啊啦。阿杰啊，你怎啊来？哦，你看，怎啊来啊？阿爸，我就知影你袂对我遮尔残忍。好啊，袂使啦，我要来食面，剩来甲无关的。阿爸。妈妈做到这么抓，人家好卡好手，搁有一只有料你做哦。啊，你哦，莫讲要趁食一碗面啊，就是要做一份菜嘛，无问题。哦，阿爸，王老伯啊，啊，恁囝安尼食面无拿钱，啊，这要怎处理？啊，叔仔，你安怎处理？不要紧啦。啊，你要从啥咯？你要拿钱哦？我都无钱啊。你，阿爸是不得已的，怕你袂落心。只要让别人来驾驶你，看你会较忠心未？阿爸，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哦，原来这不是假的，放假是拍死应该的。王阿伯啊，王阿，王阿，王阿，恁囝在用拍的，紧点点啊！迄不是阮囝，别给我拍啦！我只是食物件无付钱，你外面才偌济钱，你出手够有需要遮尔重哦？你讲讲。啊呀，卖怕啦！你是食面无六钱哦？他说你若去咬回失礼，我就提钱借你。唔免，谁讲我无钱？你卖踮伫迄只假好事，我嘛更加无可能向你回失礼。啊！你这个死人，你头家继续拍。我等下蓝先生，啊，来啦！哎，够阿三信的，你知我今麦叫乌嘴嘞？蓝，哎呦，好啦，妈呢啦，我跟你变等来嘛，无要来对你讲话。好，我来乖啦，蓝是五脏乾坤。哎呦，主人，你莫烦恼啦，有我伫个吼，你绝对袂枵死啦。
志啊！我即马拍算要将你抬来吃。啊！你这个人，唔当啦！我来这是有任务的呢，你若是把我抬死，我就无法度转去啊。什么任务？黄金。黄金？对黄金？唔知。也毋过，你若是对我较巴结嘞，我的确我找到黄金的时阵，会分你一丝丝啦。等你学着时阵再讲。哼，用学的手办啊，我决定要用变的。变的？你安怎说？当然哦，看我的。王妈咪，吼，摸。哦，真正是黄金呢。到底是真的假？啊！哦，是真的啊！当然哦！咱是先日头饮几杯。师傅，你哪来啊？我是来看你是不是认真照我的话去做。想不到你竟然用我给你的法术去变黄金。师傅，王翁啊，你听我讲，只是。我的主人啊，伊讲伊无真通啊食饭，所以我就变一个黄金，想要甲伊斗三工啦。我哪有来你讲？哎呀呀呀，咱是先的啊！你阁想要侮辱别人啊？我看你是家己难死啦！你何必讲？我哪何必讲啊？你伫这所做的代志哦，我一点一滴拢甲大家报告甲清清楚楚啊啦！你这了袂啊？讲你，我看你还是唔知悔改。无关系，规日我予你三个法术，你若是无用在正道，颠倒伤着冤家人是你，这就是予你的架势，予你知影讲勤劳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我，嘿，雷师傅，雷师傅，咱事先黑白施展法术，颠倒去伤着冤家，真正是紧行无好步，紧走无好路。喂。我巴肚枵，搁互拍，我会爱这正常诶。啊，你是新诶，哪爱甲飙我大声啊？哼，你毋知影啦，有影乌白用法术，即马元气大伤，怪加浪费偌济百年诶时间才补会转来呢。即马咱连食诶啦、住诶啦，拢出问题，啊，你搁咧烦恼迄几百年以后诶代志。可怜啊！你好呀。请家己休息。我即摆以主人的身份命你将钱扣起。我平单扣啦。你就是这个男生才变成安尼啦！哎，你也不是同款。真正是小弟使死牛的，我才无含你做个妖事。我来将钱捡起，我就真正变成去吃。不过我身份也无钱，想要哪买物件吃啊？假见笑哦，放心啦，这阿妈哦，无人会看到啦。一顿无吃，枵未死。讲是去吃，永远就是去吃。哼！吉祥，喂！吉祥因为腰过头，所以来昏倒，加但是拄到袂影的事实，好心加差多等去照顾，而且佫即阵我咸面也要互食咧。我是看到你昏倒伫路边，唔才甲你扶转来。因为伊也趁小金食啦。伊也有啥物好食？你若想要冤家，食饱才冤啦。你是要食唔食？我。莫搁你啊我，食伊啊。嗯。好食无？哎呦，食较慢嘞啦，较袂去假着。我的娘，刚刚没搞更好个娘，还有无？有啊。刚明过来请我。好啊。啊，不过你要带我行。
你带我来怎么？啊，这无营养啦。这当然嘛无营养。你若想要食到好食的营养，你得爱心正当学。你敢养静？哈？遐尼搞讲哦？哎、欸，我之前我食鸡肉、食猪肉，我嘛家己唔免饲猪饲鸡啊。那呢？你都无营养汤通食。哈？哈？卖生气啦，无甲你回事个好不？之前食你的营养汤啊，讲伊个无好食，是我唔对啦。我唔对。我唔是你去坐啦，我是你去讲哦，你已经走投无路啊，阁唔知通悔改。我哪走投无路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就我唔着对着你啊！要走无？唔、嗯，遐一支猪头百外斤，我哪里会发啊？卖走卖走啦，理由一大堆。敢有啥物办法会用个唔免做事，阁会当食着营养汤呢？啊，有啊！吃饭大碗公做工嫌西风，要吃唔妥谈的吉祥，又为着要吃一顿啊饱嘞，到底想出什么好办法呢？蓝先生啊，蓝先生，你对我这么无情，你就莫怪我对你这么无义。蓝先生，放客官。又是我，这拍拍，哎。我是孤单的他。哎我弄你，先生帮我解了。我弄你，我是去找民间帮你讲的。不要让你听到。我管你是随时被他咬死，安尼就无人头治你啊，对无？你是我的主人呢，我的任务该靠你完成，我哪有可能见死不救啊？你看。好赶快跳啊！行！啊！哼，你卖笑笑啊！这届娃娃报仇啊！啊，都来种菜，来种菜，呜，种菜！坏菜！喂，你给我打的坏菜啊！行！我打完了，呜呜呜！哇！我给你倒救来，救我！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唔想改啊！啊，不，啊不，我替你搬家，杂草啊，吼，让你搬出来好不好？搬杂草吼，搬小，搬杂草，搬小。喂，啊，你是你搬草还是搬坏菜啦？啊！搬小气啦！哎，你做啥？还追我呢？臭婆婆呢？我走。我靠！我靠！啊！哦，你要进来啊！哇，快点进啊！哦，我想我你等啊，进去。快点！哦，啊！是你啊！哦！可是的，可是的，天！哇！进来，进来！你把我拎来！你为什么要让你来了？拢是你啦！我刚下等去，这天还早无？啊，当年还够叮当哦！啊，当了无功夫，恁爸给俺讲过，你有功夫啦。卡无当去，无当去，漏掉啦。有阿伯吧，甲挂嘴。阿爸，伊卡受伤，你是要叫伊去倒啦？就是啊，阿伯，我今嘛无出来逃去，卡有够受伤，还足可怜的呢。
啊，恁哦，唔知收入有几多？你是跋着读个歹音啊？今日若不是阮查某囝害你受伤哦，啊，不然小百死人的好样哦，嘛无资格还查某囝来卖药啦，佫想要大只啊，笑死！金城伯，无你嘛看到遐，阮阿爸含你是老朋友的面子上，佫再讲，我嘛是你的师姐啊。点去？恁老爸已经佮你脱离彼个关系了呢，我佮恁老爸有任何代志，佮你无关啦。迄是恁老爸才有法度忍受你呢。我留你这款贫惰，搁无出个后生哦，早就该讲死个啦！阿爸，不要紧啦，都回大几工啊，等伊伤较好，才搁叫伊走啦。要若无伊即摆伤到安尼，嘛无法度做工开趁钱，一定夭死个。你对伊遐好要创啥？我毋是对伊好。是任何有困难的人，咱拢爱甲斗相共，敢毋是嘞？哎呦，你就是这善良啦！好啦，要留来用你啦。先讲好哦，阮家是为病毒人食的米哦。你来要吃，就要做实咯。啊？我来看做实咯。哼，无了你袂做实啦，是肯啊唔肯尔啦。安怎？无爱，安怎无爱？我去无无勉强，你只要随家死出。哦，不不，别！等我看来好好点啊，我领导在干做代志。哼！多谢你啊。哎呀，牛的牙手慢吞吞，啊，无你来家菜是一个暗时啊，有啦，暗行啊，行，喂，行，来啦，紧的啦，哦，这气势呢？啊！你听嘛吼，无先回去休困啦，出来我来做就好。啊，不过你的脚受伤，一个人敢我都做。受伤啦，我用一只脚行路，我比只牛还搁较紧，不要紧。看你这么认真哦，等下回去你就有影汤汤吃。啊？哟吼！我认真做，你放心。安尼，我先回去哦。嗯。来。多谢你哦。好。多谢你哦。嗯。你真正是懒死牛嘞哈！啊，你做代志安尼拖拖刷刷，害我拖到即摆才食会着影。懒死牛转乾坤！啊！啊！你做啊！你懒死牛，懒死牛啊！哦，啊！你脚面受伤？哦，原来你脚受伤是假的哈！啊，无小假一下，哪会食会着影汤？我看你毋是介意食影，你是介意迄个西施。哪有可能啊！我还去介意着伊，这笑死人！免骗啦啦，我看会出，我会当教你要安怎录伊哦。真是，嗯，好啦，就看你今日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就让你较早休困下。钱也来啊！哇，烧哦！啊，真正烧，真正烧！听讲哦，你是介绍朋友。是啊，哦，听讲哦，你鱼仔做好食，果然是好食。嗯，哦，香香香，超香的。今晚鱼仔给你吃，你慢慢吃。好。哎，其实哦，伊阁有甲我讲一件你的代志哦。什么代志？就是伊叫。介意你的呢？哎，你讲的是真还是假的啦？我哪安尼讲？喂，啊，无你是咧拍摄啥？嗯，你哪是拍摄？来，哦，我替你讲，你去边啊？给，不是啊，喂。安怎啦？其实哦，吉祥伊毋是我的好朋友啦，伊是我无缘的妹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嘛知伊的个性啦，贫惰吼兼懒惰啦。阮小妹哦，为着伊安尼做牛做马，付出一切，哎呦，迄个无良心的哦。
想袂到，爱去爱着别人啦，啊，煞共阮小妹哦，放生啊啦！伊哪会当安尼做？是啊，所以哦，我是要提醒你哦，你千万唔好去被骗去，那是迄时阵后悔就袂赴啊啦。啊，我先来走啊哦。伊安怎甲伊讲？伊安怎甲伊讲？哎呦，放心啦，除了洞房以外的代志吼，其他的代志我拢替你讲好啊，一切无问题。哦。嘿，其实吼，伊讲你漂撇、烟斗、又搁退掉，吼，伊哦早就介意你啊。要哪做？安哪做？你吼，即马就过去甲伊讲，我爱你。然后再给亲一下。哈？安尼敢好？我来去。妹，我来着。戆到袂白酒的人，山来吼，我着等看好戏。哎，这个敢是迄天偷看阮查某囝谢贤姑迄个物件囝，过来才提上。阿哦，你该死啊！哈哈，有一句话，我藏在我心肝头，藏足久啊，即马才有这个勇气对你讲。我嘛同款呢，你先讲好啊。好，安尼我先讲，迄就是我爱。你像你这么无天良的人，竟然敢讲爱我，你袂见笑？我哪无天良？你伫外口有查某，搁敢放肆？查某人？我哪有查某人？啊！一定是对你有袂讲啦！啊好啦好啦，莫我拄着，啊那无绝对要让你好看。进来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来来。别看到位，你别在动，站住！你叫咩啊？你是在人家搞我尿啊？我去，咱合作干爹去。好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呦！你有去无阿爸？阿伯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啊，是嘞是嘞，你有去无阿爸？哇，你老快，快坐坐好。多谢，别啦别。咩来石头啦？给我水。什么袂听，只怕袂惊。咱是先事情袂解，创治吉祥和西西来个误会了。吉祥到底是要安怎来对付伊呢？蓝先生啊，你竟然敢甲我创治？哼，我着将只田内底黄金拢总挖出来，着永远是一只牛，互你无法度当去形容大地辛苦面。唉，唔对咧。可是讲这田内底若是有黄金，早就红乌乌出来啊。而且神农大帝是神呢，要提黄金要创啊？神农大帝，啊，敢会是？今日搁这么过来，做甲遐尼晚？我到遐吼，我甲你烹一碗鱼汤。歹势啦，进前听咱先生后壁讲话，搁误会你有其他的查某人，搁甲你生嘴皮，顶个袂生气吼。免那个啦，其实伊讲话内面有一句是真实的。倒一句？对，就迄句啦。就是你讲你介意我，迄句哦，怎样啦？啊好。伊阿太小姐，我在，我在。行。
想啥？你是不是搁想要报仇啊？你讲迄是啥物话咧？俗语咧讲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已经想过啊。既然咱两人未下，安尼互相伤害嘛毋是办法。归去，咱就好来好去。你继续做你的神，我继续做我的人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咧？我嘛是安尼想啦。也毋过，乌蒙黄金，我要安怎转去做神啊？放心，我知影黄金伫底。嘉谢哦，伫底。就是伫遮。遮？无毋对，恁师父神龙大帝所讲的黄金哦，其实就是金黄色的球啊。所以，这是对正常的人来讲咧，这是比黄金要较珍贵的物件，你讲对无？对哦，我哪会无收到？一定就是这啦。所以你即马用你的法术，将这块田全部拢变成球啊！到时阵，规片的黄金出来，你就完成任务，会当当个你师傅身躯边咯。莫唔对，这就是上紧的方法。我即马水来变。嗡嘛呢吽，摩。啊！哎，成功啊，成功呢！啊，不是金黄色的，怎会变作乌色的啊？蓝师兄，你真好大胆，嗯？师父，蓝师兄，你竟然敢又搁动用法术来蓝师，你敢知影？这条啊，啥来变乌的？那是因为这条啊，无经过汗水滴过，赤脚行过，吉人的手摸过，所以哪有可能变成金黄色的？来代表丰收咧，嗯。师傅，我即马知影啦。你即马知影要灭火啊！我见过，当坐那过，你也会变出我要爱黄金。你着永远是一只牛，无法度搁再变倒转来，知影无？我让你小精神一下啦，呀呀呀！咱是先的呀，我看你牛就是牛啦，你真正戆到未白相呢，竟然让吉祥甲你设计乌白用法术，害你损失几啊百年的道行，你知影无？呀呀呀！哼，你这个哎呀呀，我无资格甲驾驶啊！哼，哎呀呀呀，啊你要对？哼，我要去找吉祥报仇啦！伊不但无甲我斗相共，而且佫加害我损失几啊百年的修行，一条鬼啊，我吞都袂啦！我看你是牛鼻唔灵，灵牛耳啦，完全拢唔对势啊咧！嘿，你即摆找吉祥是要创啥？你即摆上个重要是要赶紧完成神龙大帝交代你的任务啦！啊，若无哦，你变作牛，永远都袂当回去啊咧！你讲的是无唔对啦。也毋过，你毋是一直想要找我报仇，即马想到伊，搁要甲我斗相共。我确实哦，十万分伊个啦。也毋过哦，你毋通袂记个呢，我是你个头毛变个啊。哎，啊一旦你若失去了性格，变作一只牛吼，最后坠落六道轮回，我同款会消失去啊。所以不管我安怎挽留你哦，哎，我袂当甲我家己讲生笑呀，呀呀呀。所以咱是坐共一只船个人。你去想办法搞到啥干啦？我着亲像你讲的，我是稻草人诶，我脚未走，手未行，腰未弯，我行也弯出脚尔，其他代志我拢未晓做，我要怎甲你斗相共来行行行？有啊，我会当予你一粒心，变成真正的人哦。诶，你真好真好，按即马开始啊，你是我真真正正主人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好。玛利亚小心。哦！哇哇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真好真好真！我怎么已经变作跟人同款啦？哈哈！你要变成真正人，不怪吼你真欢喜啦！哈哈！哈哈！呀呀呀！我跟你讲，我怎么欢喜？是欢喜你讲我设计去，我根本都无想要跟你斗相共，要让你永远变作一只牛。你这个口丢草人啊！呀呀呀！我已经不是丢草人啊啦，我有头脑，有心啦，多谢你用最后的火力。
你若失去了身家了，我就免惊讲甲你斗阵消失去啊！呀呀呀！你真做形象的呢？你哪会当来对待我？哎呀呀呀！迄要怪就怪你家己啦，怪你家己哦，伤过头难死啦！啊，即摆开始哦，我会想尽办法阻止你完成任务啦，互你无法度人倒去神龙大帝身躯边。到时阵哦，我就占你的亏，做神龙大帝的徒弟。呀呀呀！稻草人为着要布料起一晚，将严格压力缠呢。安生公庙，咱是先甲吉祥的缠三回都种袂出来，咱是先是气甲要甲掠来拍。那稻草人就跳过甲引起几下路的，将村民的大龙一念倒，就安尼是引起了众怒。村民大家气不不，滚来压力，都要来找咱是先算账啊！刚才无料了。这口稻草人啊，走足紧的，那是好料着，你得要甲伊猛猛分尸啦！呀呀呀！我看你紧逃命啦，啊，若无等下所有村民我来哦，我甲你讲死啦！好，卖叫小哥相信你，我今晚就要甲你拍死！哎呀呀呀呀！紧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哈哈呀呀呀！一边，两边，两边，走呀你，拿枪上去！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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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行哦，哦，哦，大家拢夜军啦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拄一个人吼，我倒去哦，那个话我是错啦，我找你要告死啊，啊，你敢看到啊？无咧，啊，无咧，继续找啦。好啦，小姐，行行，你找到找哦。蓝先生，你拢走，无代志啊。多谢你救我。免客气啊，啊，你有着什么代志去互村民怕？也毋是去互稻草人害。看起这稻草人真麻烦，你遐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稻草人，你在创啥？咱是先的，呀呀呀！我已经想到一个上好方法，会当阻止你完成任务啦。什么方法？呀呀呀！我趁你即马变作牛的时阵，你无能力能反抗，我就甲你一脚撞断。嘿，我相信。你的任务一定会失败。你敢？你唔惊我甲师傅告状？啊！哎呀呀呀！嘿，神龙大帝无可能相信你啦，因为哦，你爱侮辱别人啦，那是你家己做出来。尤其你侮辱我，所以我无可能放你出来。妈咧，你伫个后悔哦？啊？我是要后悔啥？后悔掉外界！哎呀呀！我就知影你会当找咱先生的麻烦，所以我就用这招请滚羊的步骤来抓你。我抓到啊吼！虽然咱先生又甲我讲你已经变成人了，也毋过我叫你稻草人惊火天性是袂变的，可能无唔对。来是工作乾坤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呀呀呀！哼，看你是要走去倒！哎呀呀！哎喂！呀呀呀！啊，你先弄个白条啦！呀呀呀！给我倒开啦！倒开啦！哪里处理啊？好。哎呀呀！稻草人啊，稻草人，你这么落在我的手头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讲？呀呀呀！你的任务注定失败，绝对无好下场啦！无可能，因为阮两个已经决定要做伙落田打拼，绝对伫个时间以内种出金黄色的稻啊！无唔对，经过这个代志了，我袂阁懒死，我要让师傅知影，伊绝对袂对我失望。哼哼，哎呀呀，稻草人，我即摆就要甲你烧死，非得你本来就无应该存在。呀呀呀！真好，蓝先生，你已经解除咱四个个性，甲吉祥合作拍拼，这就是我上大的目的。稻草人只不过是我派出来监督，甲考验你的家里翁啊，已经无需要。收。原来是师傅一片的苦心。无唔对，免去啦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大弟。不过我对你的要求有完无变，你的时间有限，
你要赶紧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。来，你的手伸出来。这个法宝，您来好好利用，对您绝对有帮助。嗯。多谢师傅。多谢神农大帝。神农大帝送咱什么法宝？盐呢？啊？盐。哎哎哎哎！啊！我苦心，我就跟你讲过啊，对不？哦，咱应该同心同行，同信仰安尼行，唔才对。唉，这吉祥啊，恶性难改，啊，他是变哪写好啊？我。拄则你无用，无看到你，也足歹势呢。是是，你足拍拼呢。王来伯啊，你来找我，是毋是想要知影吉祥最近的情形？莫阁提起不孝子了，我当作吼无这好生啦。王来伯啊！王来伯啊！王来伯啊！吉祥，哎，先生，我认真咧做，你看。先莫做啊，紧跟我回去啦。哎，是啥物代志先着急啦？吉祥。阿爸，卡叔公将我的脚骨拱回去，就会当让我回来给你照顾。那呢，你就讲，我是一个不好主，你讲讲是应该。阿爸，阿爸，我刚找大夫，你等我。免啦。大夫甲我看，我是肺炎。无救啊！哪有可能无救？一定有，一定有的。吉祥，我即马放袂落什么人，就是你啦。难怪讲我安尼哦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我上过天上你，才甲你害到安尼哦，变成有种个变态个性。若是离开了，你烦恼不知啥物，哪个会当来照顾你？阿爸，吉祥啊，阿爸无法度去保护你啊。你感觉还记得你细汉的时阵上爱耍的是啥物？我当然还阁会记。安尼我上好。阿爸永远吼陪你一只牛顶耍，安尼好吼。有干嘛？有干嘛？无，没有事。免惊，免惊。阿爸，我即摆就后悔，我后悔当初无听你。我若是当早日讲我，甲你莫这样难死，你就免这样操烦，莫袂得着一样。吉祥啊，我心肝内啊，无什么爱食的物件，只有你爱食的物件。我就对你大人吃了。啊，你一生中，你上爱吃的物件是什么呀？做鱼仔汤的时阵，爱注意，
水滚的时阵才会当把鱼仔倒落去。爱去爱先拉一下，鱼仔才袂黏在鼎底。等鱼仔浮起来的时阵，火就袂当烧灭。要若无，鱼仔过去就无好食。把鱼仔浮起来了后，就爱浸冷水，安尼鱼仔食起来较 Q。你吃看嘛，看这鱼仔哦，敢会伤烂？啊，汤头敢会伤甜，还是无够甜？安怎？你做的鱼仔汤，甲我做的同款好吃，你记得啊？多谢你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你今天另外点一碗，给王阿伯吃啦。伊若知影这鱼仔是你亲手做的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嗯。人讲久长病无好处，吉祥为着要王来食到上好食鱼仔汤，安尼真认真甲细细来学做鱼仔汤，结果阁真正让王来感受到吉祥的孝心。阿爸，这鱼仔敢无好食？王来伯啊，我感觉这鱼仔真好食呢。尤其咯，是吉祥做几暗才做出来，你一定真感动对无？我头一摆食到吉祥哦，只饼是说煮的鱼仔给我吃，当然嘛真感动啦。也毋过，我即下嘴薄薄哦，无滋无味啊。敢讲无够甜？王阿伯啊，那是你要食咸的？拢同款啦，什么鱼仔我毋捌食过，无啥稀罕啦。有啊，阿爸，阿哥这种鱼仔你唔捌食过？有好产地不如好住地，到底什么款鱼仔王来唔捌食过呢？吉祥是要怎做王来才会欢喜呢？呀，明明讲吼要做伙做，结果拢放互我一个人做，真正是当做我软头青骨啊，哪里？做遐辛苦是要创啥？蓝先生，安怎？你过来干倒我？啊，你讲有话变嘞？蓝先生，之前拢是我唔对，真实嘞，请你原谅我。你竟然向我点头认错？愈巴水的丢啊，伊的头会水甲愈低。所以我决定，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将这块田当作是家己的性命，好好经营我的人生。阿先生，你敢愿意跟我斗相共？好，既然你有心改过，我当然答应你。也不过我有两个要求：第一，你袂当阁怕我哦。咱需要的是同心、同行、同性命，我哪有可能阁怕你？嗯。第二。我要每天吃鱼仔，因为小时做的鱼仔真的是很好吃的。哪有什么问题？要不我跟你说，我煮的鱼仔也很好吃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嗯。英雄。好好好好。英雄。先休息一下，喝茶。我等一下再喝吧，先过来再说。休息一下不是平淡啦，但是太累，明天早上做要怎么喝茶啦。再啉一杯。嗯。啊，嘿嘿，金城，加赛这摆吼，你甲我配合演出出去啊！我呀，你这步算够招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家己后生，我足清楚的。这万牛搞赛了吼，啊，这牛若无安尼带过去吼，赛了就唔愿帮你，非常的手段不甲下落去，我都改变。对对对对。结破病哦，啊，逐三顿拢食迄个无错手面小菜，啊，无白个也嘛也个破病，鸡腿啦，啊，足久无食着啊，哎，无咯，我走下个去灌烧酒咧，咦，食鸡腿配烧酒，这唔叫下味啊，哈哈，简单。哎呀，
爸，吃药啊哦。哎，那阿爸嘞？是走去倒啦？那一半是啥物？大夫有交代，爸袂使食烧油的物件，啊，这鸡腿是啊，一定是阿爸要我吃。阿爸对我现在真好，但我就无要客气啦。你的，鸡腿你的？无啦。我是咧讲迄个，我药啊，恁先甲我转好未？啊，转好啊！阿爸，啊，安尼烧酒。哦，你知影咱两人上喜欢食鸡腿配烧酒。阿爸，等你备好的时阵吼，咱会当同齐食。啊哈啦，是讲我若卖讲安尼破病吼，也会当安尼食鸡腿配烧酒。真偌好嘞！啊，你放心啦，以后你若是要食啥，我来甲你买啥物互你食，安尼好无？也毋过，即摆咧，你爱先食药啊。啊，食药啊，我药啊足苦的。当然咯，良药苦口啊。嗯啊。要嘛，啊好嘞，拢互你食去，啊叫我食苦的。嗯。唉，奇怪。这个电话哪会发不出来？啊！我嘛唔知啊，应该爱做，咱嘛已经做啊，是安怎失败？哪里是要安怎？若是赶袂好，你手进前报丢啊！嗯，今年就免想要修行，咱的辛苦就白了工啊啦。对啦，神农大帝敢毋是留予咱一项法宝？对吼，就是盐。神农大帝所赐的盐，到底是暗中什么玄机呢？咱是先甲加上两人安尼想甲头壳要憋气，也嘛想无。嗯，啊，这道普通的盐，恁两个哪看个安尼？这盐有学问。唉，是不是爱咱个盐也咧残的呀？无可能，因为土那收咸是无法度种稻啊。啊！啊，什么时嘛来拜拜？愈讲愈合。嘿。你两个即摆到底是咧研究啥啦？无啦，无你的代志啦。咱过去啊。好。你敢免叫恁师傅出来讲较清楚，啊，若无爱落去，毋是办法。我是叫出发落凡间的，敢那师傅会当找我，我是无法度找师傅。哎，你毋是足巧的，哪会想袂出来？我巧，神农代表我搁较巧。就出这难题给我。啊！杨妹，哎，杨妹，快快报，小天子啊！你是在画啥啦？杨队啊！杨。嘿啊！我林平。啊！杨平啊！啊！去了了，去了了。什么去了了啦？我是盐无够，把遐盐摕来煮鸭汤尔。哎，你唔捌啦。我泡鱼汤给恁吃啦。来，鱼汤来啊！烧，啊，今嘛哪会有心情吃鱼啊啦？啊，你是咧看啥？敢讲盐的意思就是用盐水来试盐好会较歹，若烧起呢，伊就会浮起来。啊！若巴实嘞，伊就会沉落去。啊！你是在讲啥？对，一定是安尼。我找到方法啦，咱有机会成功啊！蓝师傅，你看，这就是咱要挃的黄金。从今以后，恁免变故啊，你当回去啊。蓝先生，蓝先生，吉祥，多谢你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啊，我要来回家，你要保重，绝对袂当孤单去。
自遐去继续着拍拼争做，互王来到金城，感受到伊的骨力甲友好。伫几年前，两家人嘛总算来结亲情。你唔关心一个孙虎啊，这阿公婆，啊无我是足孤单呢。继续。嗯。你先想啥？我咧想咱先生即马过得安怎？哦，啊你是讲新郎大弟大弟哦？嗯。我想到啊，你唔是有一句六味的酒计，会当家叫来？哎对吼、哦，自从伊转去了后，这句酒计我就从来唔捌练过啊，唔知还阁有效无？我咱来试看卖好无？好，咱是牛转乾坤。哇，这招煞无效啊！啊，较无效，继续为咯，你要来面食啦。